好，我是孟老师，咱们开始吧。这个女人在穿衬衫吗？是的，这个女人在穿衬衫。这个男人在吃吗？不是，这个男人没在吃。这个男人在穿衬衫。这个女人在吃吗？是的，这个女人在吃。这个男孩在穿短裤吗？不是，这个男孩没在穿短裤。这个男孩在大笑。这个男孩在穿裤子吗？是的，这个男孩在穿裤子。这个女人在哭吗？不是，这个女人没在哭。这个女人在吃。这个女孩在哭吗？是的，这个女孩在哭。这个女孩在哭吗？不是，这个女孩没在哭，这个女孩在微笑。这个女人在微笑吗？不是，这个女人没在微笑，这个女人在大笑。哈哈哈，大笑。这个女人在大笑吗？是的，这个女人在大笑。这个男人在穿裤子吗？是的，这个男人在穿裤子。这个女人在穿裤子吗？不是，这个女人没在穿裤子。这个女人在游泳。这个男孩在游泳吗？是的，这个男孩在游泳。这个男人在站着吗？不是，这个男人没在站着。这个男人在坐着。这个女人在站着吗？是的，这个女人在站着。这个女人在哭吗？不是，这个女人没在哭。这个女人在微笑。这
男孩在走吗？不是，这个男孩没在走，这个男孩在跑。这个女孩在跑吗？是的，这个女孩在跑。这个女人在跑吗？不是，这个女人没在跑。这个女人在走。这个男人在走吗？是的，这个男人在走。走。这个男孩在哭吗？是的，这个男孩在哭。这个女人在站着吗？是的，这个女人在站着。这个女孩在站着吗？不是，这个女孩没在站着。这个女孩在游泳。这个男人在哭吗？不是，这个男人没在哭。这个男人在微笑。这个女人在微笑吗？是的，这个女人在微笑。这个女孩在站着吗？不是，这个女孩没在站着。这个女孩在跳，跳。这个女人在大笑吗？是的，这个女人在大笑。这个男人在站着吗？是的，这个男人在站着。这个男孩在微笑吗？是的，这个男孩在微笑。这个女孩在微笑吗？不是，这个女孩没在微笑。这个女孩在哭。这个女人在站着吗？不是，这个女人没在站着。这个女人在跳，跳。这个男人在跳吗？是的，这个男人在跳。这个女人在跑吗？不是，这个女人没在跑。这个女人在跳。好了，这次的课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次见。